总坚信终身学习是国家强大和发展的基础。每个人无论背景、种族或者身份，都应该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这些机会不仅有助于马来西亚人提高生活水平，还将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优秀人才。这将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劳动人口更具有竞争力。我们相信人力资源开发公司举办的2024年全国培训周将有助于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。每个马来西亚人都可以参加6月24号到30号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各种培训计划和活动。这些培训活动将有 NTW 的合作伙伴提供。我们鼓励大家不要错过这期的机会哦，快来一起报名吧。我是胡婉琪，我支持 NTW 2024。